那就跟小朋友先活动一下，然后再上蹦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来来，哇，这个活动量不会活动完了，量到了就来。哦，这个绝对，这个是有弹力的。你别把人家蹦坏了，还得赔，挺贵的。他是那个北京舞蹈学院毕业，他自己觉得他肯定是有舞蹈功力，他又翻过空翻，又翻过什么毽子小翻啊，什么360，所以他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他又很想展现自己。好，来，我们坐下体前屈开始。体前屈，嗯，这应该会呀。脚尖绷起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头低下去，六、七、八。他是那个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。哇，你看我那还可以。对对对，我肯定老胳膊老腿了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，我那还可以。直接竖叉。哦，你裤子别崩了。哦，倒立。你来。我可以。我怕抡到。他是那个。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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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来个前滚翻，不是还好有功底，看出来了吧，要不然就窝那儿了。